我哋第一堂咧就係學左右直拳，跟住同埋前踢，前踢就係泰拳一啲啦，跟住同埋右手腿嘅 low house kick， 之後同埋連埋嗰個連連 knee， 然後同埋 push up、sit up、squat 咁樣嘅咯。跟住去到第二堂咧，由於第一堂我哋個 push up、sit up 嗰啲係測試體能測試，去到第二堂我哋就會做速度訓練、力量訓練。同埋呢個技術訓練嘅，拳腳爭出同埋嗰個前套 clinch 都會一齊啦，都會練埋啦。尤其是嗰個前套，我哋會比較注重嗰啲。三段是有这种的情况。